主料，空心菜300克，辅料，辣椒一粒，蒜头一粒，盐大半匙，白糖半匙，味精半匙，食用油，花椒油。空心菜正洗净后则小段，辣椒和蒜头切碎备用。起锅下适量食用油和花椒油，等油热，下辣椒粒和蒜头粒爆香，下菜等翻炒，加入一匙盐和半匙糖炒匀，最后下味精炒匀，起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：炒菜要热锅热油快炒，才能保持菜色翠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